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如果马家从美国进口大豆，是用国家储备，中国将补偿 25% 的关税费用。作为对美国总统向价值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，中国自7月6日起对一系列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。知情人士称，国储买家会先支付关税，然后政府再补偿企业。因为获授权对媒体发表讲话，知情人士要求不具名，记者未能立即获得中储粮置评。一位知情人士表示，目前至少有一船在海上的美国大豆是用于国储。上海会议咨询首席分析师李强表示，早前购买的大部分国储大豆已经取消，可能会有某种形式的补偿 RDQOO， 因为这些货物是代表政府购买的，李强说。但李强强调，这种补偿并 LDQUO 不是直接退税 RDQUO。 中国公司上周五取消或转卖了一些从美国购买的大豆。中国商务部周一还表示，中国将鼓励增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豆、豆粕的农产品进口，并将持续评估中美贸易摩擦对各类企业的影响，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一部分。中国政府持有未知数量的大豆储备，虽然中国部分国库已停收大豆，但美国农业部表示，国有企业的部分大豆进口可能就是用于收储。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，大豆成为一个关键的战场，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，也是美国最大的客户，去年贸易额达到1.40亿美元。美国农业部预测，中国2018到19年的大豆进口可能超过1亿吨。